嗨，晚上好。这个眼药水。嗨，是不是很晚了？因为今天公演结束的话，到中心就12点。对，手机突然就是一回房间发现它，谢谢气球小熊，一回房间发现它裂开了，就是手机膜是好的，里面裂了，突然的，好神奇啊！我自己看不清我自己都，我也没摔，它就突然自己坏了。而且膜是完好无损的，里面裂了。所以我就把这个膜又贴回去了，因为我检查了一下又贴回去了，不然我怕它拉手，所以得稀碎，稀碎这个膜，这个纸屏。咦，哦，吓死我了！涂口红，谢谢，Zihu 什么花下秋千。看得清，看得清。谢谢小猪 FF 送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小猪 FF 是说我吗？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。放音乐吧。突然想到，我们水煮蛋你们听过了吧？嘿嘿嘿嘿。但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感觉有点电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挺洗脑的吧，这个歌。那他 demo 没有这个这么电，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电音的感觉。那那。No no my love，砰砰砰！他这个原来的 demo 就除了中文的，他一开始是韩文的 demo。他因为这个歌买的是，就是说是第一次水族单尝试 K-pop，对，很高这个歌，音很高。然后他就是因为是从应该是从韩国那边买的歌，所以他的 demo 最原版的是韩语的。有像我们，就是我还记得，就我们唱的是砰砰砰，韩语唱的他们就是空空空，哒哒哒哒，什么幸福 key，美美幸福 key 什么什么。韩语唱的不是 Hello Q B，我不知道他唱了什么，听不懂。
什么？空空空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啦啦啦。Hello, kill me！你不觉得拗口吗？他说的肯定不是这个了。我看了预告。就是，怎么说？刚回来看到他，发现他已经生小兔子啦，生小兔子啦。他好像有点不开心，啾啾。他由于心情不太好，他小，我们是个小美女，上有点伤心了。应该不会被洗澡吓到，但我觉得他胆子没有这么小，但是应该是觉得剃了毛不漂亮。你想他以前还照镜子呢。对呀，那他后面，他本来就是之前挠自己，把自己挠秃了就有点，然后后面那个打结了嘛，打结了之后就只能把它给剃掉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都吃好吃的，多吃点好吃的，很快就会长回来的。他在上厕所啊，你啾啾在上厕所呢。嘿嘿，啊，再说一下我今天那个 unit，不好看，我觉得今天那个 unit，那个灯光，本来我就很紧张，因为那个就是很不稳，那个大盆子非常不稳，我很担心我的生命危险，所以就不敢动。然后那个，你们就是我前面全程都没有面光，喂，你们不觉得我脸上一点光都没有吗？喂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下次有机会想再跳一次，我看到返图了，返图只能就是我在后面浴缸的时候都不能修，对吧？我相信俺的站姐们肯定都修不了那个在浴缸里的，因为太绿了。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换一次，重新跳一下，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排了很多遍，录了视频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担心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最害怕的用的就是一体同心，因为之前扇子甩不开，有点心理阴影。这把扇子还行，没想到排了那么多遍，忘记说灯光了，忘记说灯光这个事情，我就一直在一个绿光里面，就是。我的分词全部都在一个大绿光里，整个人都是绿的。那他原版是没有在后面唱歌的吗？好，谢谢。对呀，我就是都想再来一次，但是我没有机会呀。我要是有机会，我都想再来一次，但我这不是没机会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换到一体同心的，跟你们说。你们不知道，我换了800年的一体同心。才换到，还有射箭也换了很久很久。求爷爷告奶奶，各种轮换才换到我。安静那里，我觉得那个灯光太丑了，我都太丑了，太丑了，不开心。所以呢，我就想下次重跳一下。而且今天发型，我又没有排到发型，我的妈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发型姐，就来了很多新的发型姐姐，然后之前的发型姐姐有的都不在了嘛，然后就是新来的发型姐姐总归都是不熟练的，所以我发型都做得很慢，然后呢，然后但凡就是老一点的发型姐姐都会排得满满当当，都暂停排队了。因为其实说实话，现在老的发型姐姐在以前，我们很多成员都会排别的发型姐姐，因为就现在相当于比较有经验的发型姐姐，以前我们都觉得她做的不是很好，因为还有更好的，
结果那个更好的呢，现在好像有的就不怎么在。然后呢，现在以前那个算是稚嫩的发型姐成了有经验的，这是一个轮回。但是现在又来了很多新的，现在就又没有经验了。我的刘海儿剪毁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这么短，你们看它这么短，我要跟它索赔。周五也，我说我要剪一个空气刘海儿，就是不要太多，然后剪完之后，而且我一般刘海儿不是应该齐的，然后可以卷一下吗？他剪这么短就算了，剪这么短他给我就是。把下面全部打成那种碎的，就是那种很土的刘海儿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小小小燕子那种，下面不是齐的，是这样碎开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碎刘海儿，气死我了，根本放不下来。我这个发胶今天喷的多了，因为今天跳那个一等太紧张，就喷了很多，把这喷死。我觉得今天发型也不漂亮，所以我要下次再跳一次。希望我能够换到，换到就跟你们说。对，还不如我自己一刀剪呢。这个剧情是我自己乱想出来的，是我自己乱想的。因为我很想换一体同心脚，但我又不觉得，又不想跳原版，想改一改。然后那个，就是那个。穿了那个短裙的那种，就是董选那个版本的，很多人都跳过了，我就不想跳那个，我想改。但是我们这个 unit 很真的很难改，因为你们发现没有，就是现在不是只能跳合曲了吗？就是只能跳合曲之后，大家都会改编很多不同的合曲，甚至会把16人拿来改编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体童心，除了总选那版以外，基本上没什么人改编。我在 B 站上看了一遍，基本上没有。好像有一个四个人的，有一个四个人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改变了，足以证明这个 unit 它的就是改的空间非常小。像S 队什么 Homie Tai H 队什么 Tango，都很好改。插队的那个双人好像也很难改。插的那个双人是两个穿两个洛丽塔裙的那个，他们那个也挺难改。哎，也不是，插的那个也可以改，因为他们只要换个设定就可以了，因为他们风格没有那么强烈。哦，他们，哦，人家有花园舞曲这样。那这个我们的 unit 基本上都不能改，每一首风格都很强烈。所以我当时就想自己想嘛，我自己琢磨，我说想改一个，因为有两个就是兄弟版，然后有那种一瓜一花的，但是花是那种比较可爱的，然后我就想，那我就不跳可爱的了。就挑一个比较成熟一点、性感一点的，然后我就想想半天，就是想想我们穿什么衣服，我还想穿那个，就是小包 B50那个衣服很漂亮。上次不是，珊珊、苏珊、苏苏珊珊她不是生日的那场公演跳画的时候穿了吗？那个衣服很漂亮，对吧？那个衣服是广州的，是，哎。不能借，他是找刘丽菲帮他带过来的。对啊，那个借不了，因为我们 B50前面就是很多衣服都是广州做的，所以你没有发现 B50之后，就是他们这些衣服都就我们这边就没有了。我这个是他们就是人过来带一起带过来的。谁啊？在直播，在直播，在直播。OK，我们来看看丢丢，我来看看丢丢。好，丢丢好有人气啊！
郭爽，对，爽阿姨怎么感觉怪怪的？郭阿姨也更怪。一个字也听不懂，要不你写下来。我，哎呀，丢丢好可爱，亲亲姐姐。嗯。哎呀呀，还姐姐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悄悄话。真的？那我们远一点吧，这个收音很好的。什么悄悄话？你不必知道。我让我也听悄悄的。我们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小心踩到我娘们。OK。哎呀，好可爱，丢丢。没什么大事，无事发生，各位。怎么样？我们只是听了一下爽阿姨的少女心事。什么少女心事？讲的好像我有心上人了一样。哎，我们今天讲完也踢过来，才发现。服务挺到位。就都记住阿姨的味道，已经打满了。你丢丢了什么？阿姨的阿舅。姐姐的味道呀。他打哪格了？真的？哎，今天是28吗？哦，明天是28。趁现在赶紧吃。好了，放你下了，放你下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哦、哎呦！谁又在追郭爽？吃的锅。哦。丢丢很有人气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丢丢。丢我们丢丢。本猫非常可爱，它有点不太上镜。爽阿姨跟我说什么？爽阿姨说最近追她的人太多了，她有点就是手足无措。又在造谣。今天造谣成瘾了。香呀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 MC 还挺好笑的。嗯。来唱一首。多热烈的白羊，多善良，多惆怅，多完美的我呀。什么下落不详，心里好空荡，就快要失去形状。好听吧？那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。不知道你们 MC 有没有听出来，反正我这个嘴巴张开就很痛，这溃疡这里长两颗，太大了，好痛。我还重新去剪那个头发了，你看，我这今天起来掉了两根头发，我的挑染都没了。然后那天在酒店，我一摸，哦，谁的头发掉了？我一摸，啊，是我自己的，掉了，这个头发。接的这个太容易掉了，我觉得他没给我接好，所以我找他算账。我跟他说，他跟我说就是就让我周一去找他。但我明天还是，哦哟，好忙啊！明天上午好像要排练，是明天上午还是后天上午？我也忘了，应该是明天上午。然后我明天还要去打疫苗。然后呢，还要上午要排练，下午好像要排晶晶的那个生日公演，然后还要排跟晶晶的那个 unit。
是吧？好忙啊。但是我们英语才要改呢。谢谢弟弟送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弟弟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。就是要想一想，好难想，我感觉每天在动脑子，你们知道吗？唉，我感觉我不是当偶像的，我就是更多的时间在动脑筋上面。你们想想，发微博要动脑筋，拍抖音要动脑筋，回翻牌要动脑筋，想 unit 要动脑筋，讲 MC 要动脑筋，我是来做策划的，其实。是吧？然后呢，还要想，就是他公演完之后还要拍证件，拍证件，我的天呐，我不是一个艺人，哎呀，说艺人有点那个了，我不是一个偶像，我是来做策划的，我是个策划人。这个时候就很羡慕，就是韩国偶像团体他们都会有专门的策划为他们量身定做，嗯，不用自己想吧，应该。我的 Rolling 到现在没机会拍，因为每次就是这几次妆化完了之后，然后又就是完成工作，然后又直播，就很晚了，根本就没机会拍，人很疲惫。对，这个 Rolling 都已经不火了，嗯。但是没办法，我这几次化妆每次都想拍，但每次直完播啥的，干嘛干嘛这的，就已经很晚了。除非我不直播，那我是不可能的，那就要拍到很晚。但是我又很困。Next level， 当当当当当当，呜，我会这里，呜喂。厦门 vlog 很没剪的，我发现我素材还拍的太少，就当时我记得没什么好拍的，因为太忙了，一直在忙，感觉。我记得厦门每天都早出晚归的，好累。看看我能剪出来什么吧，还是要剪一剪。我还拍了我那天去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开屏的那个图的。那天我还拍了 vlog， 我拍了我做这个发型的全过程。砰砰砰！听到这首的声响 ，no no no， 听到了就快回答。从那天起，一直在发芽。这个舞是很，哎，你们没有看到我，没关系，我只跳上半身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他就是 no no no， 你藏不住的谜底。我觉得这个一是一在发芽，这个很可爱。他那个副歌是砰砰砰，谢谢星星突推版送的皇冠，突推是不会是我们啾啾吧？谢谢你的皇冠。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这个舞我还挺喜欢的，砰砰砰，心跳着数的声响 ，no no no， 听到了就快回答。从那天起，一直一在发芽，是吧？请看上半身就觉得挺可爱的这个舞吧。沙啦啦，这里是副歌，沙啦啦，耶，沙啦啦啦。给你们这个动作，沙啦啦，你可以就想起，沙啦啦，有个决定，遇见你的那，这里是扭屁股，遇见你的那天起 ，Hello Q B， 我这是上半身，你们看不出来，谢谢柠檬送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对，我们去南京好像跳这首歌来着。没关系，之后你们会天天都会听到这首歌，天天会看见我们跳这首歌，但我觉得没有什么舞蹈版，因为我们舞蹈版录的，就是本来是要在海边录拍的，最后没拍成，
就是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在海边那边拍成，然后去了那个游泳池那个景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，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那个游泳池，下面这水就一点点浅到脚脖子的那个水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它下面是那种泳池下面那种感觉嘛，很滑很滑，根本跳不起来。反正每个人跳舞是都是这样，就因为它有很多走位嘛，都不敢动的，也不敢跳，因为它有很多蹦蹦跳跳的那种感觉的，也不是蹦，没有那么多蹦蹦跳，但是也挺蹦跳的。我就是好像还有人摔倒了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剪出来的话也没什么群舞，因为那里跳群舞的时候太滑了，大家不敢跳，就是大家都很小心，就脚趾抓地。最后录了一个打歌服的群舞，那里会有，但是泳装的群舞就没什么了，应该打歌服。沙滩跳，因为在沙滩那边人太多了，没办法拍。深写是什么深写？打歌服好看吗？还行，我觉得挺青春的，是蓝色，蓝白色的。哦，对，那个照片拍得很好看，但是。我没有忘记翻拍他的，没有翻拍他相机上，他当时拍完就拍了很多好看的，给我拍了黑白的，就拍了很多好看的，就是感觉是拍过最好看的。但是我最后拍他们白天拍的，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他那个浴缸是在一个玻璃前，白天拍的还有就是日光，然后外面的景，但是我拍的时候已经到晚上，就啥也没有了。仙人掌没自拍，当时有点那个，人有点不是很自信。然后而且最后我头发都绿了，掉色掉的都绿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好看，我觉得自己太绿了，像个小绿人。想换首歌，我 pad 在哪？王毅，你看见我 pad 了吗？没有。想听啦啦，砰砰砰，心跳传说的声响，啦啦啦，洗脑了。啦啦啦，宇宙响起。谢谢弟弟送的权杖，谢谢谢谢弟弟的权杖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丢丢丢丢丢丢，我感觉丢丢又长大，又变长了，丢丢不理我，丢丢丢丢，哎呀。那你你光回应我就是也不过来，丢丢，这样我拆包吃的它就会过来。吃个什么好呢？啊？它在我身上关。哦。我的话播一会儿就要关了，太晚太晚，我明天要早起，要打疫苗。我今天楠姐他们打完疫苗跟我说，打完之后特别难受，我好担心啊。她说打完第二针特别难受，她想吐，她说她打完之后想吐，吃不了，不想吃东西什么的。然后问了别的人，也有的人没什么感觉。对。
希望我不要有什么感觉吧，我还要跳舞呢。南京外务怎么去、啊？好问题，我咋知道？这问题呢，问我也不知道，也不是我就是决定，啊啥也不知道。还好我染了深色，就是那个南京外务，它不能用浅色发，浅发，我这个可以藏起来。哎呀，丁丁。哎呀，小傻子，不能吃海鲜吗？外务，我行程表上写的是30号过去，好像是31直播吧，但我1号才回来，好像。也不能吃辣的，那太痛苦了。那我今天狂吃辣的。丢丢，给你吃好吃的，丢丢，快过来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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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了吧，宝宝，你觉得丢丢又长大？你是不是又长大了，宝宝？你们长慢点，时光慢些吧，我们丢丢。真的没看你们哪里看见图啊？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。我们丢丢最可爱了，最可爱了，最可爱了。看不吐不吐不吐，别瞎说，对吧？不瞎说。香球，香图，真香。你们看我们舅舅多可爱呀，多可爱呀！怎么长到1米8？他感觉他又长大了，宝宝，你怎么又长大了？长慢点，长慢点，宝宝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流口水吗，舅舅？怎么全是水啊？你是不是流口水，宝宝？呀哈哈呀呀呀呀呀！伸舌头呀！那是眼泪，不至于吧？他只是流口水，也可能是喝水的时候粘上去了，不知道哎。你是流口水吧？因为它只有那一圈湿了，给你转一圈啊，把口水放到背面。你怎么想玩我的手？舅舅啊！不许咬呀，舅舅，给你擦擦眼睛啊啊啊！有有有有。凶死凶死凶死，哎呦呦呦，发脾气啊，小脾气大得很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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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我再播5分钟就下了，干嘛玩我的头发？再播5分钟就下了，你在干嘛？啊，姐姐，干！凶死了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？哎，干嘛？你为什么这么凶，舅舅？跟妈妈说说，为什么不让摸啊？不让妈妈摸你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呀，咬不到我，咬不到我，咬不到我！因为那些情节没说，就是我自己想了半天，我只能想到一个海妖，然后这个静月是个捉妖人，是个巫师，所以就说，就是找那个斗篷的衣服嘛，有这画面感嘛。然后我觉得我拿一个小扇子就比较适合，那大扇子有点不太雅观。然后呢，想着是，我就是因为我看《加勒比海盗》。加勒比海盗不是那个美人鱼吗？就是那个美人鱼会诱惑，就是水手他们，
去接近他们，然后呢，你们看到加勒比海盗是那个美人鱼一进水，然后就开始变身了，就类似于这样的。就是前面就是他本来是个捉妖人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妖怪嘛，美人也算是妖怪吧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引诱他，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歌实在是太难改了，不知道就是尽量能表现出来吧。浴缸，因为船好像不太好看。就是那个美人鱼在浴缸也是合理的 然后呢，就是中间就是他来抓我，然后呢我要跟他对战，然后一边对战一边引诱他，最后引诱成功了，因为我不是这样子弄了一下扇子，然后他就晕了嘛。然后最后因为美人是就是那种海里的妖怪，就是要吃人的。所以他就被我杀死了。嗯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看电影还是有用的，多看看电影，找找思路。水形物语，哎呀，就是你非要说水形物语，你有点丑了。你手机在晃，因为丢丢在上面舔毛。反正想再跳一次，就这次，而且因为很难改，没有地方，就是它原版的就是主歌那些动作跳就不合适，所以就想改，但是怎么改呢？又很难改，就是差不多自己想了一下吧，可能改的不是特别好，而且人有点紧张，主要那个面光也那没有面光不太好看，所以想再下次有机会再跳，就等我问问下一场能不能换。都不行啊！您，这个就是一体同心，只是个古代的，没拍照，哪有时间拍照？赶紧的换了衣服，就这样，然后补补妆就去讲 MC2。对，我们编剧很古风，所以那种设定是现代的都用不了。武则天，那我们穿什么衣服呢？我们没有适合武则天，就是剧场没有就武则天的衣服，也没有什么故事。而且我们这个故事还不能是那种太现实的，我们这个歌的故事一看就是玄幻类型的。今天 MC 都挺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努力了，只能说，我觉得我的麦声有点小，我就很大声的在说话，但是又怕显得有点吵。好，下次我去要一个手麦。哒哒的迷茫，我像个小孩在唱，你窗外迷茫，像个小孩一样。你窗外迷茫，我却不彷徨，只因为我和你是彼此的力量。这歌词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哒哒哒滴哒，什么两个灵魂交融相撞，却比谁都还要强大。你贴上我的利爪，看谁能阻挡，呼啸南疆，我便固若金汤，没有多余的花样。有
温室的修来床，我倒是教室狂，是什么样只要手贱真长圈你最好头像，我遇强就会更强。哦，我都把你放，我你是不是傻酱，你这样你得咬上小声一起面对世界繁杂，两个人交错一瞬间天气好缓慢，在千年之差认知自己真傻，我就是不想唱 rap 我才跳到二号位，我怕我这个 rap 毁了这首歌。镜片里的花我遇见你真傻，让我们走进在人间大闹一场，哎这个歌词真的很好，让我们走进在人间大闹一场，不管他接下来的路会通向何方，我从未迷茫，你却不彷徨，只因为我和你是彼此的力量。哒哒哒滴哒，这歌词真的写得很好。其实其他我们这个十日卷，其他歌词写的也挺好的。嗯，让我想想。世人都什么衬衫企鹅，可怎么什么可怎么还不太平呢，找到自我还算值得，所有存在皆意外年华之忧。让我想想，还有那个歌词也挺好的，一包纸包是我的什么，一包纸包是我的罪名，拒绝伪善的心境是必要者，是万人所惧，拥有我的决心。看这个歌词多么的拽呀，当时这个歌词我们去北京巡演都没有过审，因为这个歌词当时就把歌词给改了，因为北京那边审查很严。对啊，就是以暴制暴，打妹。让我想想，传颂之歌其实就，就显得含义比较少。传颂之歌的话，就是一个很拽的歌姬。天生我就是。天生我就是幸运的高级，用失败扮歌姬，收割台下所有人的惊叹表情。常识难逃我手心，求神不如问命，就是一个很自信。求神不如问命，哇，这个歌词。插翅难逃我手心，收割台下所有人的惊叹表情。对，这首歌就是姐就是女王的感觉。用音乐什么什么，用音乐哼出你的心，跟着节奏摇晃个不停，是我的天性。如果场面过于冲击，如果场面过于冲击，如果场面过于冲击，我不介意，是不是女王，自信的女王。让我再想想，哎，这歌词真写的不错。让我想想还有什么，画的这个词儿太拗口了，看哪，还有什么太拗口了，记不住。还有暗语的歌词也挺好的，何曲宣传大使，我是说我们这个是。哎呦，打这嗝！哎，我说打嗝，我今天不知道是水，是不是水喝多了，我这老想打嗝，你们知道？然后呢，就是我唱分词的时候，我想打嗝，又得唱歌，那个镜头在对着我，就很想打嗝，我真难受。星光影 unit 定了吗？没有哎。哎呦，不知道啊，都没有什么适合我的。像我们这个。水之卷 unit 基本上都是为这个 unit 的原版量身定做的，
是吗？嗯。哦，阿允的歌词是吗？我默念木兰的八千神庙，且有千尘许愿，阴阳两面，住在黑夜白天，我独行在黑暗之间，吼吼吼吼，我不可见，你和我之间，爱已成神仙万变，吼吼吼，嗯嗯嗯，我是黑夜的心间，你是和命顶点，哦，我是黑夜的起点。我是光明顶点，我是混沌的飞天，一世人潮之巅。我在想他歌词是什么，这不得快点想。我记忆真好，迷雾吧，我就是都跳过。你不觉得这个关自在的词儿也很好，什么人是什么世人都成善弃恶，可世间怎么还不太平呢？找到自我才算值得，给我教育意义。快下吧，你的五分钟过了十分钟，你管我，你是谁，你是什么，你管我，我想几点下就几点下，你是哪个，哼，还我说的五分钟我过了十分钟出去。对，谁在这边催就出去。正在说话，你就打断我。好了，再过两分钟我是真的要走，太晚太晚，大家早点睡。今天还是星期四呢，明天周五还要上班上学呢。你们不上班，我还要上班，我还要排练呢。我还没有吃饭，我今天只吃了一顿，就中午起来吃了那一顿之后就没再也没吃了。我吃饭去了，做职业。哎呀，我每次公演啥的，我都来不及拍点抖，拍点自拍或者抖音什么。吃什么？吃螺蛳粉。那个谁，白馨宇说有一个螺蛳粉特别好吃，我就点了那个螺蛳粉。是螺蛳粉，螺蛳粉。我在忙啥？我刚看到地上有个垃圾，我给它捡起来。螺蛳粉，好。螺蛳，我小时候可喜欢吃螺蛳了，就是夏天就是吃螺蛳的季节，然后呢，但是它很小嘛，就要挑出来吃，然后特别辣。我在家可喜欢吃螺蛳，哎呀，我想家了，想回家了，哎呦，思维很跳跃，嘬出来很难的，你用牙签挑出来，但是嘬可以嘬到那个汤就很香。什么时候回家？没有空回家。没有空回家，本来我妈妈让我回家的，但是我没有空，我要上班。妈妈其实只过来跟我吃了一顿饭就走了，然后我就去外务了。我外务回来的时候，她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家吧，我说我有事儿，我得忙，然后她就自己回去了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嗯，不是吃顿饭就回去。我妈妈在上海待了几天，因为我外婆家在上海。
他住在我外婆家。拜拜拜拜。拜拜，晚安哦，拜拜拜拜，早点睡，拜拜。我走了，拜拜。